妹妹，你的身子可好些了没有？好些天不见了，盖着这牢石子做什么？给摘了吧。林妹妹是爱生气的，不可造次。要是有心欺负你，明儿就叫我掉进这池子里，就能赖头人吞了，变成个大王八。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，病老归西的时候，我就上你的坟上替你拖一辈子的悲剧。
做主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会说起林姑娘了？是宝姑娘，宝玉，不要说疯话了。我刚才看见林妹妹，还有雪雁，怎么说没有呢？你们都在哄我。没有人哄你啊，没哄你。是宝姑娘，原来就说是宝姑娘啊，宝玉。别混说，宝姑娘可在屋里坐着呢，你要得罪了她，老太太可不依的。你们怎么能骗我？原来是你们在骗我。为什么骗我？别拉我！为什么骗我？你们干嘛骗我？为什么欺骗我？别拉我！为什么欺骗？
宝玉，宝玉，我求你了，你可好了吧？快把门打开。宝玉，宝玉，我求你了。一时袭人，一时花袭人。宝玉，宝玉。心血精神，抚养了你一个儿子，你若是半途死了，太太将来怎么样呢？我虽命薄，也不至于此。据这三件看来，你便要死，那天也不克你死，所以你是不得死的。养了四五天后，风邪散了，太和气一足，自然。这些邪病都没了。医生也是不和我说话，这样子说这些大道给谁听？实告你说吧，那两日你可不知人事的时候，林妹妹已经亡故了。姐妹和睦，你听见她死，自然
道你也要死，所以才不肯告诉你。手脚，倒让二爷吃苦了。儿啊，太太，快去前面回老爷，说宝玉回过来了，头里原是心迷住了，这会儿说出话来比之前还好呢。老玉，你可把我们给吓死了，大夫已经叫前面准备后事了。我听说林妹妹已经好了，怎么又病了？不知道。他好的时候我没去，他怎么说？我病的时候他没来，他又怎么说？不知道。好姐姐，你妹妹即使念我，为什么临死把诗稿烧了，不留给我做个纪念？又听见说天上有音乐响，必是他成了神，或是登了仙去。我随见过的棺材，却还不知道那棺材里面有没有他。好姐姐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林妹妹到底临终的时候都说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四仙姐姐。
还是已经好了。若说你是疯的，却是安安静静的，袭人他们也说你大好了。若说你好了，怎么却没日没夜的守在我门外一声不吭？好姐姐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林妹妹到底说了什么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你若不说，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的。冤孽，真是冤孽。是何意？他说你好，好狠心。什么？从夜里起就这样了，问他话也不答，嘴里一直念叨这些，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昨儿个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还愣着这干什么？快去请太医啊！哎，宝玉，我的儿。